我不想你死，你别这样惩罚我。我错了，从我第一天遇到你，我就没安好心。你对我那么好，我却一直都在骗你。我不想你死。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？你别这样惩罚我。王军，茉莉，茉莉，燕儿姐姐，怎么了？你看郎君的手，他是不是在握着我的手？是啊，是他自己抓着我的手的。郎君有知觉了，快，快去找太医。好，太医，太医。你总算回来了，一定是老天爷可怜我，才让你回来的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，你睁开眼睛呀，燕儿。张太医，怎么样？陆将军，大喜大喜呀！哦，陆少将军已无大碍，只要好好休养，渴望痊愈。有劳张太医了。哎呀，应该的，陆将军不必客气。燕儿姐姐，你怎么了？燕儿姐姐，燕儿姐姐，燕儿，怎么了？陆将军，大喜大喜呀、啊！又有何喜啊？这位娘子是陆少将军房里的吧？她有喜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这么说，我陆云吉有孙子了。是啊。婴儿，我当父亲了。我当父亲了，真是太好了啊！大娇子，汉卿郎君的婚房已经布置好了。好，这一重喜是喜事连连呀！吩咐下去，婚事一应物件都要用最好的，汉卿需要什么都给他，不要心疼钱财。啊，是，待我送送张太医。啊，告辞。慢走，请。
茉莉，带他下去，好生照料。是。父亲，躺下。我看父亲也清闲了很多，是儿子不孝，让您担心了。哎，养好身子，来日方长。父亲，我有件事情要和你说。你身体虚弱，改日再说。父亲，这件事情可不能等。是陆汉兴，是他向洪一德告密，泄露了我们回长安的路线。汉兴。汉兴郎君，大家翁请你过去一趟。是他叫我来试穿吉服的，现在又叫我过去干什么呀？啊，郎君去了就知道了，请。大家翁，叔叔。陆琪，你醒了？我醒了，你是不是很惊讶？真是吓了我一跳，简直惊醒万分的。恭喜叔叔，贺喜叔叔！叔叔，混账东西！我惊讶了你这么个白眼狼。说，你怎么和洪一德勾搭在一起的？叔叔，叔叔，我没有啊，叔叔。事到如今。你还敢狡辩？你为了得到陆家的家产，竟然向洪一德泄露了行踪路线。你还想害死我儿？你的弟弟呀，你好歹毒！我今天就想看看，看看你这颗心是不是烂透了。叔叔饶命啊！叔叔，都是洪一德逼我的。我只是一时糊涂啊，叔叔。堂弟，堂弟，你救我呀，堂弟！这次你做的太绝了。都是我的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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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大家伙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二夫人来了。什么？娘来了。叔叔，你就看在娘的份上，饶了我一命吧，叔叔。你答应过娘要好好照顾我的。叔叔，你饶了我吧，叔叔。二嫂啊，你怎么生了这么个没用的东西？把他给我绑了！快快快，娘，把嘴堵上，押到后院去。是。